了啊，有没有可能打苏格兰场打极速控告？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，比较小，确实比较小。但是打铁头娃的话呢，我还是觉得你要么就是打十一城，要么就是打空杠，就这两种极端。是，别给他打一些五星赛道。来看开局，起步两个人的小喷是点的不一样，哎，米米的路线略歪，是的。是在一个山飞下来之后，也是接大 W。开局起步送给铁头娃一个举报啊，看铁头娃能不能接住了。第一圈这个车胎点的位置，铁头娃这边是有点失误的。这个铁头今天第一圈也跑得比较稳，没有给机会。但始终就觉得不放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前面铁头娃一直跑得不放心。啊，敏敏这边后追也很稳，而且感觉这个距离还是拉近的。是拉近了，肯定拉近了。进入到第二圈，铁头的单圈38秒4，从左下角的小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敏敏的一个后追。是38秒8的一个第一圈，差的不是特别多呀。对，刚刚那个地形也是处理的很好。是的，看一下这里的一个 ECU， 这个距离已经拉近了。是，铁头娃现在可以说是只要有一个小失误的话，就可以进行一波对抗。但是铁头娃当点，他不来机会了，没有失误。是的，最后的话直接一个甩尾 ，CWW 就可以直接出现，分14秒49，第一分先拿到。对。而且是赢了很关键的，不光是首图，也是我们说狼队这边连着两天受益非常大。龙脸春季，那我说他还是有这个求生欲的。对吧？被害场拿出来之后，我让车，仔细想一下，龙脸春季没了，黄牛基本不会拿出来了。这波不亏啊！哎呦，这波赢了，简直是无敌啊！这真赢不了吧都？对，输了的话一点影响没有。是啊，这。输了不亏啊，赢了的话那只能说是奇迹中的奇迹。给这边上上来连续做成，随便跑无压力啊，对吧？就是计时，我这一局给敏敏设定两个容错的可能性。哎，一个出来了，一个出来了，问题不大。我觉得给五个吧，一个有点少，两个有点少了。哦，我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保守了。是这个刹车调整的及时，不然可能要飞到外面去了。不然这铁头娃都已经飞到外面去了。对。哦，第二个失误是给铁头的是吧？铁头这边无所谓，铁头这边十几个都就行。铁头这局的目标是。完成不，他的目标是看就好了，就看着敏敏冲线。哇，这边是个点飘过来的，很细节。第二个车用不用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第一胎铁头又歪了，又掉下去了。但是影响吗？不影响。不影响啊、是事儿吗？不是事儿。下一局，等这个王思清打完之后，随手就给你再来一个机甲。这一把跑完好像有41。41秒95。大。对。哇，还是刷新了一个个人的记录。2秒进49。这局打完大家都开心。怎么说呢？你跑月光之城，我这局我有机甲，但我用了一个天行。对，那你是不是最多只能拿一个天行？而且你知道我有机甲的情况下，那很有可能你天行都不拿。对，我直接不拿。哎，我拿赛博之类的这种再留是吧？对，这个就是杨随跟宁青那一局打出来的。这一次一路向前开局起步的话，铁头娃稍微快一点。对，但是一个弹过来之后，你比速度更快一些。对，直接铁头是先放 ECU。对。敏敏留了，但是判断一下距离，这个 ECU 的话，敏敏有可能反超。昨天的噩梦，今天没有出现问题，但是还是撞到了，弯上墙了。是的，而且敏敏还多一个 ECU， 这边铁头接了一个延迟弹射。这一波敏敏的 ECU 放出来之后，铁头娃对抗都没机会了。是啊，这铁头是弹过来的。那这还好，还好，能跟上吗？
这个距离的话，后面意思又不好操一点，铁头这边的路线再调整了一下，他连续两个弯路线都没调回来，意思又在放，前边敏敏的容错率又是很高了。是的，三连弹的话都没有问题，这里还要弹射这个路线没有问题。哦，后面铁头的话追不上了。是的，1分12秒26，逼近记录了已经。这就还好，1:2，这分拿下的话，对敏敏来说就很好了。嗯，是的，随便拿，就是在局就给了一下。对，就是敏敏的话会直接给这局，就他是这么设想的。可是敏敏现在手上已经有了局点的话，他肯定要去争。还没有局点，现在是二比二。对，他现在是想去争这个局点的，我觉得。但是按照剧本，只能是刚才我说的，就是敏敏现在队友吃过这个亏，所以说他不会再吃这亏了。哎，就挖差点踩就。丹田去坐上、啊。这里的话，铁头蛙是平放，但是速度比较慢，还没有延续到。W 是的。这想追送赛点了呀，送局点了呀。那下一把必须拿机甲了。我下一把拿天行，拿天行好。这局敏敏是已经稳操胜券了，是的，这是不用想的，这个长已经长的距离了。下一把铁头要拿天行去打主攻成孤鼠啊，或者雪山之巅这种，然后同时自己还不能出任何失误，然后再去拿机甲，随便打。哇，后面铁头还复位了。这个月光之城就像刚才的北海渔场，甚至要比北海渔场的难度系数更大。敏抽空间时间1分20秒，上84，或者直接上机甲的话其实也行，但就是会更奢侈一点。是因为按我们的思路来想的话，在铁头突然拿个仙剑根本不占赛车库，就说你这一分相当于是白赢，对面没有任何的损失，无伤输一分。起步的话，力量是更快一些。这个点燃了之后 ，CW 才轻轻的没有小分，真的没关系。这个ECU 开起来之后，直接反超了。这一段的话会拉得很远。是的，这里是有点飘，这个 CW 敏敏拿剑练过这张图，应该有看过，应该是有练过吧。很难吧，金图上的时间本来就短，你还要拿剑去试一下，那张图确实腾空的点是也蛮多的。是的，你也能看出来落后距离没有什么夸张，再接一个快，接快速延续到下一个弯道，直接坦率延续过来。对，第二圈还有一出点的话，但在衔接氮气然后在这里做延续。是的，这一次放完之后其实已经没有什么，后面也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对，有这么长一个距离可以输，考虑一下下张图选什么。现在是天行，先得把天行打出来。哎，这铁头是直接延续过来的，不行吧。我觉得他是为了避免像刚刚那个弯道脱漂没有氮气，因为他刚刚那里摊，对，他刚刚他如果那里没有延续的话，他只有一个氮气，但刚刚他延续的时候是有两点。起步之后是铁头娃更快一些，然后一个双压弹去之后，直接开氮气走了，真的氮气卡满，要卡气的，我就是卡了两次氮气，嗯，觉得有个 CW 出多了。调整的很及时，啊，挖掘距离一箭一短啊！是，而且这边还是一个之光，对，有加成的呀，跟得很近啊！再甩过来，反超了，是一个弹射点直接反超，看下一个飞跃点，哇，没落过来，我去挖这个路线越级，再接一个弹射，
然后可能回来，我这边还要弹两个日系同时开，铁头再开一个氮气，开氮气了，是的，跟住啊，这段路优势就来了，对，又反超了，又成了反超极限上的，这段也是天使的优势，直接开氮气都是最高速度。抓球不多的话，这局还就是的，这里明敏落地拖一下，哎呦，停了，碰墙。那这局的话，可以轻松完了，3-3平。是的，这个特质输的太多，但是有 EZU 的版本确实不一样。第一开门器，对，这里是不是有是可以直接开的？对。边的话特性会稍微强一些，是的，因为它会多加1.2秒的氮气是吗？对，也不选择飘过来，现在在卡一下气之后重新试试拐，哎，这边青蛙是侧身过来，是的，因为其实也不用卡气，因为它因为这个后面是来自动机器的，一直在做侧身，是的，所以来到了第一个飞跃点，飞跃先飞，氮气延续没问题，铁头也过来没问题，第一圈两个人都没有掉，我低头开氮气，直接转，对，延续过来，铁头这个作用还行，但是这个 CW 补了个 ECU， 想要跟上做一个极限延续。是，但是铁头的确是没有释放意识，他所以他第二圈他还有意识的。现在两个人是各剩一个，是的，是持平的状态。对，哎，主要上墙了。啊，这样的话不好追了，明明应该上拿下了。只要飞跃过来，飞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完美飞跃。啊，1:24.85，又是先拿起点。这回赛车失平了，铁头蛙只能打同车。嗯。其实如果不看过，喜欢原机甲宠这种是全局触发的。对，但是莫言他如果封起来，就是不一样的效果。是，好前提。是的。你看这铁头蛙这边莫言封不封啊？好，一左一右。对，我多数一下啊。车头过来之后，敏敏稍微快一点。这个路线明明选择的很好，哇，这路线怎么歪啊？走得也很快啊！是的，布局放出来之后，两个都没有问题。莫爷发抖了，哎，疯了一次，哎，第一次了，是布里边也疯了一次。这里接单前去接侧身，是的，这里还有一个大步快速大步，哦，莫爷第二次了，侧身。有点拖，是我刚说完，拖了一下。对，哎，上墙了，你给了机会，这一段路再来看后追。铁头蛙来了，对，扳平比分啊！这个路线，这个进道口，铁头蛙没有问题，我不也再发动？敏敏也很给力啊，这个倒跟上来了。这两个距离再次拉近，但我还是觉得莫爷这局封的有点少，还是有点理智了。还是很调整这路线，反超，不错。那明明下来的话还是贴的，我还有机会，但是从远端很顺啊。他直接往外面侧过去的，侧着走了，他进不了那个隧道。那再从冬天出来的话，其实后边难度不大。这个一直在放出来，没有问题。再来一个弹射点，这个弹射的手感真的很好，不错。进道口也扎过来。点飘没有问题了，到直接冲线，恭喜敏敏来到了最终的对决，两支队伍大分2-2战平，成功续命。看到两边最后的希望，道具组。